师傅，为什么遇到一个对的人越来越难了？因为现在的人都太着急了呀，看一眼照片说几天晚安就喜欢上了，能处就处，追不到就换下个目标，越来越没耐心去了解，更害怕为谁浪费心思。那这种喜欢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不要也罢。是啊，喜欢一个人起码要拿出耐心和真诚，摸清他的性格，体会他的经历，慢慢了解，慢慢磨合。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，世间再激烈的情感都比不过习惯和依赖来得深刻啊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